我们都知道塔科夫是一款很硬核的游戏，光武器种类就有十几种，不同武器数量就有上百种。那么今天七月就来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塔科夫的手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，本期游戏视频逃离塔科夫手枪改装篇。首先我们先来一一改装所有手枪。第一把 FN57， 这是我最喜欢用的手枪。PL-15 这一把枪我单独出过一期视频，那是它刚刚出的时候发的。改装方面装备了一个专属消音器和战术设备就没了。博莱塔 M9A3 可改性一般，装备 DP 瞄准镜和 SRD9×19 消音器和紫色激光战术设备。托卡列夫 TT-33 手枪，这就很毛子，可改性一般，装备了 TT 手枪的专属消音器和红色激光。托卡列夫 TT-33 黄金手枪是海关 BOSS 的专属手枪，改装和上一把一样，但是上一把已经改过了，所以在保留它原本的样子上添加红外激光和补偿器。斯捷奇金 APB 消音型和斯捷奇金 APS 冲锋型手枪，这两把都是可以调节全自动模式的手枪，第一个不能改，第二个能装备和第一个一样的枪托。科尔特 M1911 可改性高啊，从头到尾都能改装，连扳机都能改，改装后也是非常帅气，可以装备瞄准镜，但是我没装，我觉得不装要好看一点。科尔特 M45A1 可改性没有 M1911 高，但是改装后颜值也不咋地。谢尔久科夫 SR1M9 手枪，这名字也很毛子，可改性一般，但是真的这把枪改装出来不整活可惜了，它居然可以装备三个战术设备，也就三个大灯，可以说是手枪中的太阳神了。瞄准镜也可以装备绝大部分的步枪瞄准镜。亚利金 MP-443 手枪可改性低，只能装备一个战术设备， AI 身上经常见到。马卡洛夫 PM-T 手枪只能装备一个消音器，但是有一个消音器是可以装备瞄准镜的，于是我装上去了，消音器上装瞄准镜啊，就很怪。马卡洛夫 PM 手枪不能改装。 OK， 以上就是手枪的全部改装内容。那么看完视频的兄贵们，你们觉得哪把枪最帅啊，哪把枪最离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。我是七月，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